我现在就像这只小猫一样，有了温暖的感觉，有了依靠的感觉。哎，这是楼下的牛拉力，他生病了，我刚刚带他去看了医生，洗干净带回来的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不会介意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他。哎呦，小可怜，早知道早点带你回家了，这样你就不会生病了。缘分都是注定的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哎，你怎么咳嗽了？我对猫毛有点过敏，我们收养它吧。你猫毛过敏还要收养它？没关系，刚刚宠物医院的猫太多了，所以我才会有点咳嗽。就它一只的话，没关系的。我现在就像这只小猫一样，有了温暖的感觉，有了依靠的感觉，我现在可幸福了。有我好吧，从来都从实际出发，不是不切实际的浪漫。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也蛮浪漫的。你这倒是提醒我了，确实该做点浪漫的事儿。啊？啊什么？我说的是客厅的墙还没刷完呢。哦。你想什么呢？你少来。